土城工业区厂商暨佩坡社区发展协会联手成立银发俱乐部，举办揭牌仪式暨老人共餐活动，并且邀请土城工业区萨克斯风乐团带来演奏曲，炒热现场气氛，也让大家享受美妙乐音。土城工业区隶属经济部工业局管辖，进驻厂商336家，而在这里以佩波里为主要邻里，为敦亲睦邻、回馈社区、照顾社区长辈，和佩波社区发展协会合作成立银发俱乐部，鼓励阿公阿嬷走出家门，和大家多互动，健康养老。您进入这个高龄化社会，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要这个就是说照顾老人家哈，这是我们大家共同要来做的。啊，我们在亲乡吼，嘛真感谢伊甲咱提供资源，也是足感谢因啦。啊，以后是逐个月拢会办，十个月办两遍。啊，希望能够每里都有些银发俱乐部。那非常感谢我们这边工业区厂商联谊会，还有我们佩波社区监制理事长，对于我们佩波社区也成立这个银发俱乐部。银发俱乐部揭牌启用，场面热闹，但因为最近桃园传出新冠肺炎的感染疫情，为求严密防疫，除了戴口罩、量体温、活动出席实名制之外，同时以便当取代首次的老人共餐活动，等待疫情趋缓后再办理大型的共餐活动。记者林立吴志恒新北报道。